这个还是祝你来，一定要帮我们争回我们的场子。哎，好的，嗯，好的，比赛要开始了。哦，这边是经典的盛平加黑胡子加我们的星爵队，起身是反骑手，被带走，不需要去变身，可以下一局开始的时候直接变身。Okay, 果然是直接变身了，赤犬一技能冲过来，虽然子弹时间是看到了，但是没能够去做出反应啊。嗯，这边也是一个判断失误，以为赤犬要用一技能或者二技能冲过来，但是没想到用的是 QTE 后闪接平 A 想起手，没有起手到，能量没有了。哎，这一下二技能没打到，很可惜。接下来是本命角色赤犬，一拳上去就是一拳，但是距离没有把控的特别好，有轻技也被躲掉。哇，二技能伤害还没有出来，是直接被起手到了，但是用有轻技脱身，用激斗技脱身，没有能接上后续。这边反而是被对面的二技能给起手到，这一下要吃一套大的。哎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气在保护之前没有挤满，漂亮。二刀，可恶，这一套有小奥义，但是不打算用奥义，用来压场。哇，躲在岩浆里面的攻击漂亮，这一下真的是对游戏角色理解到位了，不仅对面没有看到自己，自己也没有看到自己。哎，这边有是个小技巧，二技能打倒之后可以通过一技能起手。啊，这边又是被究极妖一带走，可以当线弹走。大妈大妈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，但是我是感觉一星这一把没有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，可能是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紧张。